那你穿那小鞋跳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。其实我那个不穿小鞋，我跳的比还是比较好一点。关键老师挺好。嗨，跟老师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就走了？来，现场来一段。不，这也不能是。哇，用事实说话、啊、我明白了，要展示一下他跟美女学艺的成果是吧。事实证明只要穿了球鞋就会跳，来点音乐。谢谢，我的天哪，还要酷酷的把帽子整理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设计这个舞蹈的环节给袁成杰完全是个失误，他就是个舞蹈天才啊。就是没有，我这平时跳街舞多，拉丁舞比较少，但是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国标那一块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就好好跳个国标给他。我们期待着再来。